赵州问赵州。我要找赵州，请问该怎么走？一直往前走，不是往西，不是往东。半路上的老伯伯好像深得禅之三昧呀。我去考考他。我要找赵州，请问该怎么走啊？一直往前走，不是往东，不是往西。他根本不懂，赵州不是明明在他前面吗？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并不能适用于每一种状况。生命的真理即是移动，即是变。